个人手举天线没用钥匙，仅花30秒就偷走了一辆劳斯莱斯。除了劳以外，不管是豪车还是旧车，都会成为该团伙的目标。这就是近些年让无数国外车主头疼的中继器倒车贼。他们一端持有信号放大器，靠近车主房间搜索挂在墙上的钥匙，另一边将接收器贴进汽车。这招对无钥匙启动的车辆非常管用。